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鱼丸。现在第一波野怪就开始繁衍的，比比皆是。尤其是段位越高，出现繁衍的概率越高。造成这个最大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高端玩家更好斩，而是阵容的强度问题。如果双方的前期强度势均力敌，双方一般都不敢轻举妄动，那和平开局就是最常见的情况。但比方说，对面拿的橘右军，你拿的娜可露露，那别人橘右军前期不压你，还等着你发育起来打别人不成？这就是前期繁衍的一个关键要素。双方前期战斗率差距过大，有便宜不占是傻子，所以前期打架繁衍就成了一个日常操作。那我们前期被打该怎么去应对？首先要确定双方阵容的前期强度，看看对手会不会来搞你。如果强度差距过大，那基本就是必来了。这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做好避其锋芒的准备，比如说对方来反蓝，我们就苟着去打红好了，让给他，同时顺便把边路和道怪吃掉。如果冒险一点，甚至可以尝试和对方打镜像，直接去把对面的野偷了，但这需要有一定的视野，不然可能会被反包，那就有的玩了。如果对方长时间的连续控 buff， 那就要尝试和对方打镜像，有对面视野的情况，他打你蓝区你就去偷他蓝区，他抓你们上路你就抓他们下路，总之就是避其锋芒苟发育，慢慢等自己强势期到来。